Hello. Oh, sorry， 你啱啱我哋直擊咗你俾大表。嚇！係啊，咁因為咧，我好緊張啊，咁我又唔知佢出嚟著咩衫喎。我喺後台見到佢哋之前係背心噶嘛，跟住我好驚啦。彩排嘅時候，佢哋已經步步進擊我噶啦，跟住佢哋喺度夾我咧，我係唱唔到啦。咁頭先佢哋都有嘗試夾我噶，咁我就係啊，我係自己行咗上去個梯級度咯。你見唔見到啊？好似避開佢。唔係，我企喺度，佢哋就夾我，所以我要行上去啊。同埋其實咧，一開始有個位係我會打 Anselmo 個 pat pat 噶，但係咧啲 fans 叫得太大聲咧，我完全 miss 咗個 beat 啦。跟住話點算咧？就係 fans 制止咗我打佢個 pat pat。係咯，好彩冇啫。rehearsal 有嘅。你加插咗翹手。哦，係啊，因為我覺得好似巡遊咁咯，可以因為一個有錢嘅女人咧，係要配合呢個 money 嘅主人一齊行路，就係 walking money， 幾好，我覺得幾好。咁我心口係咪自己㗎？我有咩？有啊，影咗啦。真係㗎？有啲行為咧，我唔係，有啲行為我唔係即係好 aware 自己有做過㗎，所以我睇翻片睇下自己，我摸咗邊個啊？我望啫嘛，係咪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又沒有這個記憶喎。我也沒有啊，我只是記得我很控制自己的顏視線咯，因為我生得不高嘛。咁啊 ，Stanley， 我一望過呢度就係佢個心口嘛。咁我一望過佢大鑊，跟住就望翻呢度，好危險啊！我頭先望住花姐，跟住花姐話：係噶啦你。即係飄到有曬氣嘅。不是的，他成日都容許我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但他都見證著我 rehearsal 的時候，我就提議打 pat pat， 跟住他們全部都好，但是忘記了，有機會再試。Sandy 對所有女人來說都是非常吸引，你見不見到他出場的時候，人們叫到是沒有人會聽到自己的耳機的。我現在要買過個新的耳機，我想如果下一次再是這些，即是做 mirror 嘉賓啊，或者是即每一次出場都有同一個問題咯，就係啲 fans 係叫到咧，係穿透所有最好嘅耳機，咁我就諗緊點樣先可以入到。咁你啱啱阿 Stanley 跪地嗰下會唔會都殺你一個措手不及？哇！我唔敢望咯，佢哋一個喺度跪地，一個喺度咁樣。我係企喺中間，哇！我不知道他們在我旁邊做什麼啊，我已經很想，我已經面紅，我有沒有面紅？好像有啊，我心口都紅了，因為被人家 cap 我個勝利球迷的樣子，會展都經常有不少，就是，是咯，我們熱情的人，大家將心比己，是都會面紅的。唔係啊！呢兩位嗱，我中意啲，佢哋一定係好，係咪好好外向嘅？佢哋兩個，因為咧，我可以恰啲內向嘅人噶嘛，但係咧，外向嘅人係可以恰我噶喎，唔係佢冇恰嘅。幫Ian冇煲。係啊，Ian我就咁樣啦，但係Stanley行埋嚟，哇！原來係咁嘅感覺嘅，係啊，我好驚嘅，而家都心有如葉，如桂，yes。好驚！你之後有咩特別嘅工作安排？哦，因為我咧受傷咧，係啊，我受傷又停工咗兩個零月啦。咁其實都我夠啦，係啊，我係時候要重歸呢個職場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嘅獎學金同埋我幫風雨蘭嘅捐款咧就會後繼無人。我要出翻嚟做嘢。如果唔係，我的員工的生計就堪如我間新的雜貨鋪叫書店，是需要營運的資金的，所以我會出回來工作。今天是我的頭炮的宣布，大家我重頭職場了，跑數開始了，跑數開始了。Sammy 做嘉賓那裡，是啊，我很 surprise 他選我做頭場，又是咯，即是我面對一些我會很蛇龜的嘛，我一升上來是見到就啊，跟住有啲 friend 話：做咩你咁怕醜？但係真係，咁你邊個見到 Sammy 會唔怕醜啫？佢而家咁大隻，跟住一上到去，佢件衫又咁有霸氣。佢我係係咁望住佢啦，因為你對住啲明星好近咧，你會望住哇佢個腹肌。跟住我一路升上嚟喺下邊望上嚟噶嘛，跟住哇佢個腹肌又高，跟住啲衫又勁靚。咁我就冇乜嘢講咯，喺台上面我係好彩，即係之後嘅嘉賓就非常之 entertaining。
就我自己就係寫了一首佢嘅殺科嘅歌嘅一個新嘅段落，同埋改編咗送俾佢咯。我諗而家係咪要set 到紅館演唱會嘉賓個bar好高咯？即係要送禮物，同埋要改編佢啲歌，同埋要唱啲好神奇嘅歌。我有幻想過嘅，只係幻想。哇！我覺得我大咗咗好多噶啦，我會想做嘅，跟 Sammy 做 gym 咯，如果可以嘅話。你仲有冇操翻啊？我而家要休息一下啦，即係做上身嘅話咧，啲人咧，我一操翻咧，啲人就話：哇！做咩大隻咗咁多嘅？我話咁我冇 lose body fat， 跟住啲肌肉大咗，咁成個人就好壯咯。咁係好噶，我為即係而家奧運期間啊嘛，咁其實就係女性嘅體態美。咁所以壯啲係正常嘅，我會操翻嘅咯。你有冇 target 開翻個紅館 ？target 開紅館，我唔知喎。有冇投資者？我即頭從頭即場啦。而家已經從頭即場啦。我重申一次，任何嘅邀約我都會考慮，請 email 我哋嘅公司。好，多謝。